夫妻的关系有一部分很重要，就是大家的经济 financial 怎么去搞。但是我就没有秘诀，只是觉得完全是神每一步的带领。然后在过去的2年，我的先生都是不知道方向，还有没有，他一直想很成功，要赚很多钱，所以他人在外地，然后。我知道我很想回去工作，但是因为他一直在外，我没有去找工作，也没有去努力找，直到我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次一定要找工作，为了可能要帮助他没有这么大的压力，还有自己也要找一些知道。家庭里面的 financial situation，我知道我要回去工作，所以就这个见证就是神一直都给供应，一直都给我一个很合适。12年前我没有，I quit my IT work，当时在 East Coast 做得很好的时候就一直就突然间不是突然间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想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就他有一个机会搬到北京，在这个时候我就没工作，一直12年后，竟然神给我同一个类型的工作，回到 IT 这个工作，然后这个适应的时间也很好。刚刚我的先生也在，我开始了工作的时候，刚刚我先生回来陪着我们几个月，所以我想给神一些 credit to God。